白色轿车拒检狂飙，远警鸣笛猛追。白色轿车不但转弯逃跑，过弯一个不慎，还冲到逆向车道，多不警车前往拦截，没想到白色轿车一度钻缝开溜，警车再追上，前后包夹。挡住他！挡住他！挡住他！黄总，我犯错了。挡什么了？你找我借了。三十二岁驾驶酒测超标，一路还闯红灯，危险驾车，六项违规，除一违反公共危险罪，一算罚单外，另还必须受罚新台币62,200。 2,800元以上。台中则有一名女子，也是喝得酩酊大醉，开车上路，结果开去撞路边机车，还有民宅花盆。那你喝了多少酒？3瓶啤酒。对，女子男友也喝醉，在车内呼呼大睡，警方到场无奈，还帮忙善后。女子酒醉开车闯祸，还好没撞到人。警方将她依法送办。记者彭志明、韩志兴、王世涵、苗栗台中报道。 我们要告诉大家，我们有优惠，我们中天的网友哦，这些东西都可以在我们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。现在有3种不同的好康组合，购买的时候呢，不要忘记我们有非常多的这个折扣代码可以给大家来输入，可以享有一些优惠好康。